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涂口红应该是女生每天都要干的事情吧？大家涂够了单色口红，不妨试试这样的艺术唇妆。今天的这款艺术唇妆并不是用的口红，而是用的树叶。妹子在嘴唇上涂上一层唇膏后，然后把树叶铺在嘴唇上，接着把嘴巴周围多出来的部分剪掉，再把上嘴唇和下嘴唇分开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有个性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